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八区故事。要说起古建筑啊，估计您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咱们北京的紫禁城，也就是故宫啊。紫禁城呢，咱都知道，明清两代皇帝都住在那儿，它气势宏伟啊，构造精美，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紫禁城啊，可谓是独一无二啊。最近呢，我听说在这个重庆一处密林里边啊，有人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庄园。哎，据说这个庄园的建筑风格与北京的紫禁城是极其相似，因此呢，就有很多人呢就称为啊它是小紫禁城。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如果属实啊，这个小紫禁城又是什么人建造的呢？它为什么要隐藏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呢？你们是不是这边那个村民啊？我老是不是那边。你听说过这边有一个叫神秘庄园的地方吗？是有这个名字，有一个惠能庄是吧？对，大庄园，大庄园，听说过。他是怎么来的？知道吗？他是原来一个地主，原来一个地主。真的啊？相当于结合那个皇帝啊。他在这边有多少年历史了？惠能庄？几百年了。这座山呢，叫四面山啊。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呢来到了半山腰。他们这时候突然发现，在这个秘密的丛林里边，好像是隐隐约约的藏着一个青瓦白墙的大型的建筑群。难道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秘庄园吗？大家呢又继续往前走了走啊，只见眼前啊一个古老的庄园，是颇有几分霸气。大家呢忍不住就推开了这个庄园厚重的木门，一下子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这个重重叠叠极为气派的三重院落，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这个紫禁城吗？这个前厅，庄院的前厅，就是一个戏台。这个戏台呢很少见的。为什么呢？这个戏台跟其他的寨子，跟其他别的那个庄园的那个建筑啊不一样。其他的那个庄园的建筑一般是采用那个木头来铸成的，这个地方是用石头和那个木头来铸的。跟是表演是在这里表演，表演就在这里表演。这里的以前的那个雕刻是非常那个精美绝伦的。刚才说话那个人呢叫陈作伦，他是这儿的村民。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名叫啊惠龙庄的庄园呢是坐南朝北啊，占地呢是2万多平米。原来这满园子的亭台楼阁呢都是雕梁画柱啊，描金绘彩的。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呢历史的变迁啊，那幅呢绚丽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了。陈作伦说，整个庄园呢是由328根石柱撑起来的，园子里边呢一共有16个院落和308道门。您别看这个数量啊听起来不少啊，感觉挺复杂的，可是您站在这园子里边这么一看，却一点啊都不显得乱。您瞧啊，刚才提到的那个戏台，它前面的内院呢特别大啊，估计呢就是啊有几百人同时在这看戏，那都不成问题啊。陈作伦呢还说啊，整个庄园呢最奇特的是它的布局啊是完全模仿紫禁城。它呢是以中轴线为中心，两边厢房等房屋呢都是左右对称排列的。神秘的惠龙庄呢得到了不少人的惊叹啊，它也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立刻派专家呢到这个惠龙庄呢进行实地考察。啊，这位呢就是啊重庆三峡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黄忠模。他说，当他见到这个惠龙庄的那一刹那，简直吃惊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在他脑子里边一直来回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这么一座耗子巨大精美绝伦的庄园，它到底是谁修建的呢？它的柱式，它的这个结构啊，和它的厅房的配置都不是用到地主庄园所有的风格来分的，又预示着呀这个建筑的主人和建筑师有比较高的美学要求。黄教授的意思就是，这个庄园肯定不是一般人留下来的，
如果呢仅仅是一般的达官显贵啊，别说他们没有那么多钱啊，大兴土木了，就算他们不差钱，估计他们也没有胆量仿造皇上的宅子呀，那不是等于跟皇上叫板吗？想称王称霸啊。而且呢，从这个庄园本身的建造手法上来看，黄教授认为他不仅啊整体布局啊讲究对称，而且呢这个选材啊也是独具匠心的，那些呢或圆或方的巨大石柱非常的特别，因为这形建各异的石柱啊竟然没有人为拼接的痕迹，都是成型的石材，而不是这个接头的啊，不是用两撇把它凑合起来，这种石材那么在市面上这个地方是不生产这种石材的，哎，不是，市面上是单狭地貌，你看你们看这一片是红的，那么它这个白色的石材是从哪来的，哎，怎么运到这个山上去的？大家的疑问呢那是一个接着一个呀，这个丛林中这座神秘的庄园背后它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这时候黄教授也觉得有点琢磨不透了，他提出要邀请了当地一些啊建筑专家过来看看，一起对这个神秘的汇龙庄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个竹子是砍进去的哟，砍进去，砍进去，砍得有好深。刚才也砍多了，大概有一公分半到两公分吧。哎，这个是很不简单的。黄教授说了，那个巨大的圆形石柱和那个基座之间的衔接，那是非常的自然，他根本就看不到任何人为加工的痕迹。可是您想想啊，几百年前，当地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高超的技术，而且就在这些石柱的基座上啊，还雕有漂亮的云朵花纹，这也跟当地一般建筑的浮雕图案明显不同啊。中国的它这个花纹，研究从在宋代以后一点的那种花纹，在中国的传统花纹那种开始沿袭那种绘画的方式。那可以说明来讲，这根竹子呢，就是宫廷式的建筑。哎，它应该是那个。根据巨型石柱上那些保留下来的浮雕图案，还有庄园的整体布局搭配，再结合当地啊普通民居所具有的特点，专家们认为这座庄园建筑风格就是属于典型的宫廷式建筑。而且呢建筑的格局啊跟过去皇上居住的紫禁城是极为相似，这可就奇怪了，这座庄园的主人为什么要修这么一座庄园呢？宫廷式的建筑从何而来？它为什么会与紫禁城的风格如此相似？几百年的丛林庄园里究竟住着什么人？请继续收看本期八区故事，丛林里的神秘庄园。前面咱们说了，在这个重庆的深山老林里边呢，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庄园，它的布局呢竟然和北京的紫禁城是十分的相似，同样是以一条呢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为中心，它的厢房和庭院那也是左右对称的呀。不仅如此，它的建筑材料也是非常讲究，讲究的都有点离谱了。可这个庄园为什么会采用紫禁城的格局呢？它到底是谁造的呢？哎，这个时候呢，村民啊陈作伦就说了，说据他所知啊，这个庄园呢是一个呀啊姓王的人家传下来的。那么这个姓王的家族会不会就是这个庄园的主人呢？朝廷的钦差，就是派他出来跟那个皇上办那个棺材，就是结果呢他在长江的那个三峡呀就把那个棺材沉在那个江里面去了，就是回家去然后再回到朝廷里边就是补好交差。所以那时候因为你的那个钦差你的办事那个不利，是不是，那么就要受到处罚，所以他就后来呢干脆我就不回朝廷了，就是这个地方把它做下来。照这么说，这个陈作伦提到的那个钦差大臣就应该是这个家族的祖辈啊。您想想，皇帝置办的棺材给弄丢了，这回去还得了啊，有杀头之罪呀、要是再判重点，没准啊还得牵连到他们全家人的安危呢。所以啊他为了躲避灾难，干脆呢我不回京城了，
与其回去受罚呀，还不找个悠闲的地方啊，享享清福和养养老呢。于是呢，他就从山西太原来到了江津的四面山呢，建造了这个庄园。而且呢，在建造的时候，他还专门呢设计了秘密的藏身之处，啊，以防备呢山贼和这个土匪的袭击呀。所以当有那个土匪袭击了这个庄园的地方啊，这里边还可以那个起了那个暂时临时避那个难的那个场所。你们看一下。好的，看一下。这能下去吗？能下去。它是就是从这个以前这一块呢，是用那个地毯，这个屋子里面是那个盖了地毯的。盖了地毯。盖了地毯的。但是那个地毯呢，那个把它掀开以后，里面那个人从这个地方下去以后，也就不容易发现啊这个秘密。掀开来看一下。我们呢，终于找到了这个隐蔽在石板底下的秘密藏身处。要不是亲自揭开这个石板看了看，谁也想不到在这个下面居然还能藏人呢。小心点啊。没关系，这就是以前藏身的地方。对呀、慢点慢点，你看看吧。慢点。那就是人从这里下去以后可以蹲在底下。对，从这一点来看呢，当年设计建造这个庄园的主人，他的身份和见识肯定不一般的。哎，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呢又发现了其他几处的暗室。原来啊，可以藏身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呢。是接到水了哈。对呀、这能藏多少人？这下面肯定是这滑下去的话就厉害了哈，十来个人没问题吧？现在是，这里面可以同时住二十个人没问题。那一家人都可以住进去。庄园里呢设有不少非常隐蔽的藏身之所啊，这个设计呢倒是啊把跟庄园建在大山里边的整体设计思路是不谋而合了。可是呢，陈作伦说的一些话呀，还是有点令人呢质疑。如果说啊，庄园的主人就是王姓的钦差，他又是为了躲避而修建的庄园啊，那修建这么一个巨大的工程，他又怎么能掩人耳目呢？而且王氏钦差的家人也没有在这儿留下任何的记载，就连族谱也没有留存下来。为此呢，庄园是王姓家族为躲避灾难而建造的这种说法很快就被大家给否定了。专家们再一次陷入了困惑，难道这个庄园主还有另其人吗？正当大家伙呢感到无从下手的时候，这个黄教授发现在内堂外边呢有四个圆形的石墩儿，据说呢这个地方曾经是放置华表用的。华表您可要知道，那华表可是帝王权力的象征啊，它一般只能在古代宫殿这种大型建筑物的前边啊。像这人前面那对呢重2万公斤的汉白玉柱子，那就是华表啊。从远处看上去，那柱子好像是直插云间的，给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呀。那么这个隐蔽在丛林中的庄园里为什么会放置华表呢？专家们推测，这个如此宏大的丛林紫禁城，它的主人一定和当时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有人就说了，说没错，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清朝的权臣和珅派人来修建的。老百姓